OK，Hello，、okay, 各位，哈哈，我要继续实况我们萨尔达喽。因为前几天跑去实况别的了，哈哈，拜谁嘞？不过呢，终究还是要回归我们的、主要的实况。接下来的话呢，我看一下哈、上一次是我们要把这个勇气的圣三角给收集完嘛，可是因为我找了这张地图，所以我们不要把其他的海图也填满一些。不过现在很方便啊，因为已经有快速版了，所以会很快的把它填满。你呢，等一下啊、把东西关掉。安安哟，安安，感谢一直以来的收看。哎呀，糟糕了，什么时候掉水去？不好意思啊，家人乱入。呵呵，好，接下来的目标呢是往，等一下，就这边这几个，先把它填满啊。呼！有一点点那个累的，应该还快到了，快到了。应该在这附近吧，是吗？哦，因为我这不是来过吗？这个岛我之前没来过，你们应该是有来过啊，只是我那时候没有画。冲，往隔壁去。另外一边的海图应该是，你看眼前那个，一小岛精灵，精灵岛吗？晚上喽，我看到一只鱼了。
哦，这边就有讲到快速版的拿法，所以之前如果有一张把这边的海图都玩弄完的话，就知道一些情况。现在上这个岛。哦，金岛哎！啊，这边的应该是增加那个，要不是弓就是炸药，增加它的数量。哦，果然是炸药。OK，那大部分都有增加一次啊，然后最多到90吧。虽然说到90啦，不过呢，这边也还有。还有魔力增加，魔力增加要打那个乌贼的，我说打败过一次啊，可是那时候捞起来的东西却不是增加魔力，奇怪。我也莫宰羊了，标题没有改吗？我这边看起来是有改啊，居然，他应该。等一下会改回来啦，可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变。那我再看，我重开看看。对啊，我这边开起来是正常的哦。可能你们在变换还要再等一等，稍等一下。哎呀，冲过头。哦呦呦，没看到岛。嗯，那有没有岛？那个吗？哦，有一个东西发光了。大概是这里。中。不会被我猜到了吧？勇气的。结果是啊，OK 啦，也是很棒的东西，不错。哦，拿一点。炸你！
耶嘿，飞过来吧！那钱币飞过来了，叮叮，虽然只有一块钱。哦吼，先把那个海珠给拿到。啊，嗯，诶，长得像动物的脚印。他说这个岛上呢有非常多的那个是像上就是我们平常在打那像史莱姆的怪物，这个岛上非常的多，如果拿来做药的话来这边就对了，把他们打败掉下来的东西是可以做药，虽然说我身上装的都是小瓶子啦，我身上装的都是这个这个比那个有用多了，现在岛上一大堆啊，他们写什么呢？告示牌而已。嗯。超快速切除草。让你们看起来是不是有累个累个，会不会累个累个？问一下。